我现在直接向国人透 爆料好了，马文君就是那位立法委员把我们国家所有的造潜舰的资料送到国外去的人，就是他送的，就是谁？就是马文君。你知道可恶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这些朋友要知道说他送去了多少，我们这些国外朋友要知道这些东西，透过一个刘姓的，我现在不讲名字哦，透过一个刘姓的人士，民间人士跟他接触，因为这个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叛国的行为，黄曙光出来讲清楚。另外郭喜其实他的身份背景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大家可以知道他在里面的介入有多深，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情。